好，晚间热闹现场要带您直击，这是彰化鹿港的天后宫跟埔子配天宫两大妈祖联合绕境，举行盛大庄严的祭典仪式。连线给记者张慧如告诉我们。好，直播各位观众，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嘉义县长张花冠已经来到了埔子配天宫，和配天宫的董事长以及鹿港天后宫的主委正要进行盛大的祭典仪式。鹿港天后宫管理委员会、配天宫董干事会、中华天上圣庙联合会，邀请嘉义县县长张花冠担任主献官。不过，在仪式进行之前，先为两大妈祖洗尘，接着献上珠宝，照镜打扮之后，才开始奉茶，奉上了鲜花素果，并点燃清香，虔诚膜拜。这庄严的祭典仪式大约进行十来分钟左右，两大妈祖联合绕境相见欢。埔子配天宫事前其实花了半年筹备，而鹿港妈将在27号凌晨再起驾返回鹿港安座，这是400年来第一次交流，是历史上的盛事，有万名信众共同参与见证。好的，以上现场情况将时间交往棚内。